Hello，朋友们好，现在是5月24号下午的5点50分。我到了那个贵州的铜仁服务区，今天也是进入服务区第一次碰到有房车营地的，大家看一下没有？啊，我不知道要不要收费啊。还有那边还有卫生间，那边还有卫生间。我开到最里面的一个营位，我们家连夫欢快的奔跑，这家伙在车里也憋的时间长了。这边那边都是货车，大家看见吗？那边货车，然后这里面进来就是一台、两台、三台、四台，有四台房车露营的这个地方，然后那边还有帐篷露营的反正这个环境还是相当不错。哎呀，真想在这种地方多待两天啊，休整一下。明天反正我也不急着走。不急着走。哎呀，还要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还有水，嘿嘿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草坪，对吧？环境还可以啊。要是这里种的葡萄架，上面再弄的葡萄架就效果更好。然后这里大家看一下，还有一个露营台。这个地方真的不错哎。我的房车就停在这里面。这里还有水。这里还有水，真不错。这里还有水。这个是自来水。哎呀。这个等一下我用那个管子拿出来就可以用，今天把该洗的都洗了啊。然后大家看一下，哎呀，这环境还不错啊。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把我的花花草草都拿出来了。这是肉肉啊，哎呀，一直放在车里面，所以这是终于停下来了，可以把它拿出来了。这里环境那么好，对吧？不拿出来太可惜了。我们家连夫也疯了，你看。在我车里憋死了，在这里草坪上可以自由的狂奔，对吧？哎呀，玩吧！哎呦！想叫我疯死了！哎呦！慢点！哎呦！真的非常感谢铜仁服务区有这样的超前的这种设计理念啊，在房车里面有一个在服务区里面有这样一个露营地，虽然不是很多，但是有四个营位，我觉得对我们玩房车的人来说特别的温馨啊，特别的舒服，特别的暖心。要是每个服务区都有像铜仁服务区这样的设计理念，或者这样学习那种超前的那种意识。我们中国的房车怎么会发展不起来嘛？对不对？更多的服务区应该要向他们学习，这样中国的房车未来发展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棒。中国的房车也未来一定能走向世界，真的。中国人只要干一个事情，没有老外什么事情了，真的。相信豪哥说的话，中国房车出口也是指日可待，真的。好了，晚饭做起来，番茄炒蛋一个，番茄炒蛋。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，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，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，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，天地间任我展翅高飞，谁说那是天真的语言，风中挥舞狂乱的双手，写下灿烂的诗篇，不管有多么疲倦，朝来朝往世界多变迁，迎接光辉岁月，为他一生奉献。
要走多远的路程，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。孤独的生活很需要时间，只要肯期待，希望不会幻灭。天地间任我展翅高飞，谁说那是天真的语言。风中挥舞狂乱的双手，写下灿烂的诗篇，不管有多么疲倦。敲来敲往世界多变迁，迎接光辉岁月，为他一生奉献。写下灿烂的诗篇，不管有多么疲倦。敲来敲往世界多变迁，迎接光辉岁月，为他一生奉献。好了朋友们，最后一个菜做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清蒸海鳗，我们舟山人的特色，给大家看一下晚上丰富的小菜。这个是牛排，自己煎的，第一次煎牛排。这个是番茄炒蛋啊，然后这个是清蒸海鳗，哈哈，你看刀叉都用上了，我试一下啊，第一次吃啊，我煎了两块，一块吃不完明天再吃，对吧。这个看这个牛肉怎么样，哎呀，炒一下，嗯，真不错，呵呵，啊，哎呀，小菜吃起来欢快的日子啊，欢快的日子开始啦。喝的乌苏啤酒啊，不冷不热的时候就吹个小电风扇，那小日记就可以了。这里车里的温度27度，嗯，差不多，打开，哎呀呀，吃块牛排，吃片牛排，哎呀，来看一下这小日子不错吧，嗯，真的可以啊。